随时代改变，笑一手好在必先注意自身安全。啊，今天初来报道，介绍我哋厨房大佬丹爷，你识啊？厨神丹爷，听讲佢刀法如神，一分钟运刀超过300斤噶。幸会幸会啊，丹爷。喂，真系好酷啊！佢系咪唔妥我啊？系，我有。佢唔系唔妥你啊，系佢自己唔妥啫。吓、啊。嗱、啊，呢位大厨师啦，成日系咁切菜剁肉。又要快又要用力，仲有喎，係咁重複咁將個手腕咧又伸展啊，又屈曲啊咁，啊自己咧又冇留意話要休息下對手喎。佢話而家仲係握手都痛啊，陰公。哇，好香啊！哎呀，梗係啦，差到咁有鑊氣嘅。全教一雙麒麟臂啊！傳說中嘅霹靂無敵麒麟臂小炒，係咪想見識下？係啊。嗱，睇嘢啊！其實咧，就因為傷曬，扎到好似麒麟臂咁嘅啫。我哋做呢行嘅手腕同前臂，經常都要拋鑊，又要揸住鑊鏟，咁啊重複同一個動作，又用力喎，咁啊結果搞到腱鞘炎咯。其實我上次冇同你揸手，都只不過係因為隻手痛，所以先至冇同你握手嘅啫嘛。我冇整過佢。嗱，為咗減少啲勞損咧，就要盡量避免同埋減少一啲重複同埋急速嘅動作，同埋工作姿勢咧要正確啦。仲有喎，盡量減少一啲手腕上面嘅伸展啊，同埋過度屈曲嘅動作，或者盡量用一啲機器嚟到輔助下啦。嗱，做完一輪咧，就要安排時間去休息一下。仲有喎，如果發覺有啲咩唔妥咧，嗱嗱聲睇醫生啊，接受適當嘅治療，千祈唔好自己亂咁爆炸。